我这段时间就特别迷上了那种奇怪口味的东西。那你的意思今天也是奇奇怪怪了呗？奇怪，就是你感觉这个东西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碗里面，它就那么不出意外的出现。前男友肥肠，男神肥牛，老，我跟你说，我刚看那个老王小酥肉，小酥肉能跟米线攀上亲戚？前男友的肥肠和米线还有啥激情碰撞？我觉得和比较奇特的菜名比起来，这前台更抢眼。请客，请您送餐，请坐吧。你好，来这吃过没？第一次。啊，第一次。过来介绍。是吧？啊。我这玩意儿没干。没事没事，谢谢。欢迎光临，你好，中午好，祝您快乐。这么，都是米线，左边的六款都是不辣，右边的六款都可以做微辣。他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。老王小酥肉，哎，老王小酥肉，这大哥你为什么要点老王小酥肉？我就想吃一下，是不是？首先老王就很有意思，小酥肉更有意思。三位吃饭了吗？没呢。没有。吃完饭吃完你这儿兄弟。那个前男友什么意思啊？前男友，名字就是名字，就是一名字。老王一样，跟老王名啊？不，老王有意思。老一个老王小酥肉，一个老王做的，一个老李做的。那俩名字不一样，那我才迷过来。一个老王，一个老李，所以师傅姓王，一个师傅姓李。你俩这么善良吗？一个辣的，一个不辣。要老王老李。老王吗？赶紧点吧，我感觉咱能在前台啊玩一期节目。你乐意，观众不乐意啊。卖的最好的是男神，说到男神，你不累吗？这样的身体好，不要羡慕。不是你拍我干啥？我们的招牌是前男友。有吗？你有前男友？我们是前男友，但是我们没有前男友。啊，明白这个对的就对了，其他的不重要。我要的女神。啊，那行，那就。我要女神。对啊，就这仨呗。要特辣吗？要。要，收到。哎。今天第一份特辣。对。需要打折吗？我们一般只给女士打折。你三个男团。能打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。啊，这不能。原价61啊，因为咱仨都男神，然后他优惠6块，现在对，总共是55元，我扫您。好，请坐，一会儿给您送餐，请坐吧。哎，别接，不接。我掏钱，凭啥我不接？不是，等会儿再接，我看他那腰能供多久。他不说身体好吗？是吧？这服务也是绝了。确实，但服务这东西啊，毕竟是绿叶，味道才是红花呀。挺好吃的，量很多，嗯哼，量也很足，米线的量也很足，给的配料的量也足吗？对，下的新鲜度怎么样？感觉很新鲜，要不要尝一口？这个碗，不是您这一锅怎么尝？再要一个餐具不就好了吗？哦，对吧？那算了，我们自己买一个。那你说这么多，一样吗？我吃别人家贼香。哎，那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，你能给他多少分？10分。这个围裙是他们专门给的，是吗？微辣的应该是老李的，吃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挺好。到这儿穿的白衣服，直接给我送了个这个围裙，挺好。哦，只有浅色衣服才会送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是送了一个，是吧？应该是吧？对，因为对面大哥好像就没给，是吧？这个是老王小酥肉番茄的，怎么样感觉？挺好的，我们是常客。好吃，好吃。第一次来了，有没有吃到特别肥的那个小酥肉？没有。它这个汤很好，很浓的一个汤，原汁原味的一个汤，那9.5分吧。就是很家常的味道，比较清爽，对，是吧？然后米线也是那种稍微软软糯糯的，不像是有特别多焦的那种感觉。我是爱吃辣的，一吃辣出汗，所以那都闹微辣，打个7.5-8分左右吧。看来总体的评价还行，除了辣度上有点不同意见，对于口味上面大家几乎都是赞。不是你先别走，我先问一下，特辣的跟不辣的有啥区别？我看不出来就有辣椒。番茄的底料。我看不出来就有辣椒。有，上面摆的有3根辣椒是代表特辣，2根是代表中辣，1根代表微辣。你们家每个里面都配了一个虾仁吗？是的，标配都是有3片午餐肉，有的有特殊的，是像毛肚没有。哦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，3一块。哎，好嘞，你看大家店小。服务至少9，环境也可以，环境也很给力，至少9。
吃一前线打个分啊，环境服务没得说，作为米线店这算是高配了。不论是前台的老板还是送餐的人员，满满的都给你吃饭的仪式感。那就8.5分吧，咱们开整，如果可以啊，咱们一会儿来一波福利试试看。我看行，先试试我的全场唯一一份特辣。我觉得特辣应该不辣，可以接受，而且还不属于那种勉强接受的，基本上就正常就接受了。他这个肥肠相对来说处理的还算是比较干净的，很薄，跟那就是没有剩下太多油，没有肥油了。对，但是呢，就是肥肠该有的那个味儿也还多少有一些，但是缺少了肥肠的香味。对，它就没那么香了。这个是确实的。这个小酥肉啊，咱要是微辣的时候几乎没有啥辣。我发现他们家小酥肉跟刚刚没你说的一样，牛背了。我跟你说，反正我刚刚吃那口是纯瘦的。纯瘦的，纯瘦吧，嗯，几乎感觉不到骨，肥的那部分感觉是面，是能够吃出来，比较滑，对，它比较滑，而且稍微带点筋筋的感觉。这个米线反而更顺一点，更顺一点，多少带点鲜味那种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也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个能打到7.6，比这是不是比那俩要高一点？对，是不是好吃？这个吃起来挺舒服、挺顺的那种感觉。三米线都及格，都在7.5以上。我觉得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三款米线整体的味道都不错，都算是好吃的范畴。不过我觉得番茄的原味的会更好吃。是的，相比较微辣的，这番茄吃起来更顺滑爽口，所以整体都在7.5分以上。啥意思？就是你出门之后，人家说觉得怕凉，然后呢给你放这个东西上去，服务好贴心的。哎呦，这真的是已经服务到我想不到了。这贴心的服务8.5都少了，更正一下，9分吧。环境呢没有问题，很有特色。九分，服务9分，九分，就光谁活得出去啊？9分，广场人家给你鞠的躬就得给9分。广场人家给你盖三个盖子，加0.5，前面再加0.5，加1分了都。然后再给你弄个围裙啊，围裙是吧？虽然说咱穿了黑衣服没给吧。啊，口感味道上来讲呢，其实也是不错的哈。就是大家伙儿如果喜欢吃米线的话，是可以到这儿来尝一尝的哈。但是我要更正一点哈，它那个特辣版的哈，说句实话，你吃到后面的时候确实会有点辣了。所以呢，这家店我们综合下来之后呢，我们觉得可以给到一个7.8分。